说话呢，放我下来。你干什么呀？黄大哥，齐大哥，救救我！中国人，给你两发子弹的时间，你要不要救这个女人？贱命一条，死不足惜。可你不一样，你在于二世的枪王，你是特战队的狙击手，你是咱们全连人的脸。今天我必须把你把这个脸挣回来。